Hello， 吃牛皮，来个长视频。这是500克小桶，这两天实在太忙了，又带孩子又卖货，然后消息回复就不太及时。反正小桶装特别满，用筷子夹都特别费劲，都得用手薅。牛皮它有的也是有不脆的时候，原本牛皮它不同的部位口感不一样，任何一家卖牛皮它都不能给你保证就是所有牛皮都是脆的。咱家口味也特别好，好评特别多。就这样，拜拜。